西。我们前一阵弄了一个那个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 就是美国西部经典那个电影的主题。得个得个咚咚咚咚，记不记得？这也开了一个铃咚咚咚，老外特喜欢，知道吗？对，我们弄的这个，完了我们还打算再弄点像那个有一个叫 Pink Panther， 就是那个粉色的那个粉，那叫什么？猫。那叫什么呀？那 Panther 叫什么？山猫。山猫。不是，山猫。山猫。Panthers。是这样，是这样，我们就想用我们自己的就是沁香版的各种歌、各种音乐，知道？但是我们也想，我们还是要就是要说要中国民乐，我们就要弄得特经典。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弄那个十面埋伏和打击乐，都让打，你知道？对对，就是我们打击乐那个，他也兼打击乐，特别棒，原来是全民系列的那个组。我们这次来这个演出也是在唱就是来自各种音乐的，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团的很特殊的地方。我们虽然是民乐团，但我们也是新乐团。我们的宗旨就是不仅要老中喜欢，老外老中老美老欧都喜欢，就是我们只要出去，我们就是世界的，而且是高水平的，就是因为我真知道那个国际的这种专业的这个音乐团体他们在做什么，我都跟我们这些孩子那个 girls 们说了，我说我要带你们去也走那个格莱美的红地毯，这个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就是去国际这个音乐界在搞什么，喜欢什么，真的是。我们是一个业余组织吗？还是说现在已经是偏向专业了？我们是业余的，但是呢，我们的音乐要往专业的做。其实，在美国，我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在美国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只有好和不好，或者which level 哪一个 level 的之分，只有这个之分。所以呢。我们即使说是这都是博士硕士都很厉害的，但是呢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做一个我们就要经典，就像这个我们需要就是以后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开始录音，等积攒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签约演出，就像那个杜克这个乐队一样，现在慢慢不是也是开始获奖了，这是我们的大方向。这么多久了这乐队？两年了吧，是不是很两年了？这是你们第一次来做这个表演吗？就是参加这个艺术节，还是去年就来过？去年我们参加，但是没有这个大，看不上我们的 local 吧？对，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你们能够来那个。其实我们很需要，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很需要大家知道我们，而且知道我们不同于一般在美国的民乐团，因为一般在美国民乐团就好像是。啊，你要穿的民族的服装，弹的很民族的那个，但是弦儿也不准，你搞弄弄就行了，你知道吗？可是我希望我们的团既养耳又养眼，就是听上去很专业，虽然没有那么多那个，但是呢又很漂亮。所以我其实我们有钱了的话，我很希望有人给我们都那个。等我们有钱了的话，我们每一场的专题我都要不同的服装，像我们想弄那个老上海的这种一场啊，或者红楼梦一场啊，这种对。现在我们在准备要弄野风飞舞，邓对，跟打击和我们这个，完了现在刘老师要帮我们，刘大师说给我们建议，对，要给我们开始也帮我们写作。好，谢谢。
哪里谢谢你们，我们真的很荣幸。稍等一下啊，还有一位，等一会儿就是再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吧，然后我们先采访刘老师。